艾伦，别打了，打一小时了，他要不接你也没办法。你歇会儿吧，坐会儿行吗？再转我就吐了，休息吧。已经没事了。 这是哪儿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油已经用光了。里程里大概200多公里吧。天哪，我得给艾伦打个电话。把电话扔了。他们会通过电话找到我们的位置。 走得太远了，索性就别回去了。和我在一起，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就像我之前所说的，我已经抛下了我身上所有的一切，你也可以的。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 我们现在都自由了。艾伦还在等我，他一定很担心。我得回去了。对不起，我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。答应我，你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回去之后，我会替你报警的，警察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。 好啊，我跟你一块回去。开什么玩笑？我没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，我只想和你待在一起，能待多久待多久。现在就送你回去好吗？ 你别这样好吗？你知道回去以后什么在等着你。你已经跟我说过一次再见了，我不想让你跟我再说第二次。我这还有400块钱，刚好加一箱油。 等你陪我走完这一箱油的路程，我就送你回去。艾伦，你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跟黄恋在一起。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有人在追杀黄恋。 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我们只好一起跑了。赶快回来好吗？你们现在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我们应该马上报警。黄恋公司账上的钱已经被人转走了，现在没有人相信他。你可以报警，但是第一个被抓的人就是他。
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可是你现在在那儿又能做什么呢？ 黄炼站在箱子面前，他好像请了另外一个人帮他开的酒。哎，你想想，到底是谁请的？你想想那天到底是谁发生的是什么事儿？谁站在他面前？你快想，快想，快想，快想！ 蛋壳，我怎么了？我记得那天黄炼说让酒庄的女主人帮他把酒拿过去，但是我实在不好意思在那么多狗仔队面前抛头露面，然后我就让你去了。所以就凭这个，你怀疑我？没有在怀疑你，我就是在想，如果真的只有那一瓶酒有问题的话。 他是怎么在那么多瓶一样的酒里面被你选中的呢？你的意思不还是我是奸细？没有，蛋壳，咱们这不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吗？没有怀疑你的意思。你俩听着，我从头到尾跟这件事就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我对这件事也不感兴趣。哎呀，我去拿酒的时候，我只有一秒钟的时间，我怎么去作假？我如何去作假？ 杜山，你别忘了，当时让我去拿酒的人是你。若要该怀疑的人，不应该是我，应该是你吧？蛋壳，这么激动干嘛呀？这不就是在推测吗？你不会心里真的有事儿吧？随便吧。蛋壳，我们没有在怀疑你。蛋壳，杜山，蛋壳。 你钱还够吗？够吧，还有10块。想吃什么？还有的选择吗？当然有的选。还记得我们上次在后厨吃的那顿，你才花了多少钱？刚好10块。那不一样，我不相信你还在这儿打过工，认识什么大厨。 希望下个周末。哎，你好了吧？你好，几位啊？两位是吧？啊，需要吃点什么了？哦，我不吃饭，我来打工。我们这儿不招工啊。你误会了，哥们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要工资，我在你这打工一下午，然后管我来一顿饭。我们现在店的人够了，要不然去别的地方看一看，好吧？哎，我什么都会干。 洗碗、洗菜、点菜、上菜，我都干过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店的现在不需要人，这些位置已经都有人了。可是我觉得你们店里是不是缺些什么呀？你看还缺什么了？你有一个花的名字，美丽姑娘卓玛拉。你有一个花的笑容，美丽姑娘卓玛拉。你像一只自由的小鸟，歌唱在那草原上。
你像一只飞舞的彩蝶，闪烁在那花丛中。哦，你有一个花的名字，美丽姑娘卓玛拉。你有一个花的笑容，美丽姑娘卓玛拉。你像一只自由的小鸟，歌唱在那草原上。你像一只飞舞的彩蝶，闪烁在那花丛中。哦，卓玛草原上的格桑花，你把歌声献给神仙，给草原养育你的草原。行，不要唱，不要唱，上上。弟弟，出去外面，外面去，好啊，好啊，赶快！你把我乱碎的脚黄了，你看到吗？是啊。赶紧走。是啊。哎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吃吧，快吃吧，反正吃完最后这一顿，我们就又没钱了。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吃鱼豆腐，它的味道和口感都太奇怪了。不会啊，我记得那时候你跟我吃鱼豆腐的时候，可是一开始我不好意思说，后来吃的多了就习惯了。其实我也不是特别饿，你先吃吧。给这位姐姐买朵花吧，不贵，2块钱一朵。我真没钱了。这是玫瑰，很浪漫的。那，没有钱了。不过这个钱包，应该还值点钱，送给你。啊？就当是买花的钱吧。谢谢哥哥。这钱包挺贵的吧？那。那我把这花全部都给你吧。谢谢。谢谢帅哥。你干什么呀？送给你。离家出走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带给你的只有绝望，没有幸福。不过我对你保证，从今天开始，一切都会不一样。只要我们还在一起，只要我们一直走下去，我们一定会。谢谢你。这是你第一次送我花，那瓶酒
他喝的那瓶酒。我拿一瓶走，找专家鉴定一下。如果他们值得的话，我会好好对待他的。还给你。你不是说要拿它去鉴定吗？怎么连瓶都没开啊？这瓶酒的酒标已经损坏了，但是依然可以看得出来，这瓶酒非常有价值。我把它打开，那就意味着几万块钱灰飞烟灭。哎，老东西，站住！让你跑！哎呀，给我站住！帽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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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帽子！你再跑，站住！帽子，帽子！哎，哎，老关，啊，还跑吗？你欠我的钱，什么时候还？多大事儿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差钱的啊。我赢的钱啊，比你借我的钱都多得多。你放心，我要有钱加倍奉还，好不好？你现在输得连裤子都快保不住了，你还加倍还我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马上还钱。嘘，小声点儿，夜深人静的，人家都睡觉了，吵了人家休息不好。这样吧，来，我们俩玩一把。这几，哟，大叔。二就能骗我啊！啊！你不许打他，你给我起来！他跟你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叔。他是你叔？哎，好了，哎，你摊上这么个亲戚，算你倒霉。你叔欠我钱。他欠你多少钱？2000。我替他还。哎，想拿钱，先告诉我赌局在哪。麒麟，王麒麟，你给我站住！小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给我站住！你就是王麒麟，你干嘛说你不认识我？小姐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那是谁啊？王麒麟，你就是王麒麟！你的个子特别矮，就比我高一点点，你的眼睛可小了。
叫起来的时候就像没有了一样，你的肚子圆滚滚的，虽然现在有点瘦了，你对我特别好，做牛做马帮我照顾酒庄，你还敢说你不是王启莲？你就是，你就是。小姐，雷天错人了，你让人家死了，你回家去吧。我不相信你说的话，要不咱俩赌10块钱的，你可以证明你自己不是王启莲，但是你要是输了，你就得跟我回家。如果我赢了呢？如果你赢了，所有的一切，酒庄、玻璃城堡、我的车。这段时间你都跑到哪儿去了呀？你知道你回来吓了我一跳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有艺术气质了呀？大叔去体验生活去了。可是你忘了吗？你是我唯一的家长呀，怎么能私自离开呢？大叔，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这里发生了好多事情，不过当然也没什么好事了。要是搁以前，我早就退缩了。可是现在我坚持下来了，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？因为什么？走的时候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吗？你说只要笑就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就会坚持下去。像你这么爱笑的人
都是教会了我笑的人。我相信有一天你总会振作起来的。你在干嘛呢？看看我们那瓶酒，我说会不会就在那里面的什么地方？嗯，也许吧。不，他一定在，他一定在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那瓶酒都学会潜水了，我已经找了很多遍了，但他都不在呢。他一直在那儿，我们必须要找他。他不在了，刚才我看车里的油好像剩下不多了吧。找到他的，我一定会的。找到那瓶酒了，一心，看到了吗？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
们的酒呢？对不起，可是我刚才我真的看到他了。我知道。恭喜啊！哎呀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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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年恭喜恭喜恭喜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今天来迟了，不好意思大家。接我！吃好吃好吃好！第一步，新郎新娘抱一个。第二步是什么？接吻。接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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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吻。你哥们混得不错啊，媳妇那么漂亮。对啊，她是咱们班混得最好的。啊。你们是哪届的？恕我眼拙，不记得你们。真的假的？不记得我们？仔细想想。我们是商学院的工商管理专业一姐，我也是商学院的，怎么不认识你呢？你不认识我正常，你连我们学校校花都不认识，太不正常了。哦，你是燕燕吧？对呀，终于想起来了。这么说就是那个对人家死缠烂打的家伙吧？刘源，当初你还在操场上大喊十遍我喜欢张燕的人就你吗？哦，你还天天抱着999朵玫瑰在女生宿舍楼下等着，全校闻名啊，兄弟，真够幸运的啊！对啊，就我这样的都能追到她，是我运气好。可是现在都用没了。现在仪式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面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新娘要包棒花了。请没结婚的，打算结婚的，赶快到台下来。好了好了，抢花入了。那抛花的就是下一个结婚的人。对不起啊，难得折腾了这么久。
一会儿就没事了。第一次过夜的那个晚上，就在那样的场地上。我记得，不过那时候难受的人是你。可是我最后赢了你不少。还不走啊？哦，你先走吧，今天晚上你不用送我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一会儿还得去给郭艾伦的公司办点事儿呢，帮他顶班。那辛苦喽，这么晚还在工作。唉，我也就是尽我所能帮他而已，与其坐在这待着，你也应该做点什么吧。我能做什么呀？我什么都给不了他。你真是太小看你自己了。你能给他的东西很多。你还喜欢他吗？我就问你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你一直喜欢他。你看，你一直在坚持，他也跟你一样，他也在苦苦的坚持啊。但我觉得现在他有点坚持不下去了，他需要你的勇气。我的勇气？嗯，去传导给他。怎么传导？就这样。发功啊？开玩笑的。去告诉他，说你喜欢他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你都喜欢他。现在表白不太合适吧？如果一心回来了，你就再也不会跟他表白了。如果一心没回来，我想那时候他的心就已经死了。那时候你说什么都晚了。所以。趁现在吧，就为了你一直以来的坚持，就为了你一直以来不停的努力的改变你自己，就为了让他感觉到你的勇气，还有你的爱，去试一次吧，哪怕就一次机会呢。哎呀，不管发生什么。今晚过后，起码你不会有任何遗憾，对吗？那你呢？我就坐这儿待着呗，我这等你好消息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今晚不回来的话，那肯定就是好消息了，证明你成功了，我会由衷的替你高兴。
赶紧去吧，还等什么？别收了，行了行了，丢不了，在这看着呢，赶紧去吧，赶紧去，去去去去去去，去吧啊！哎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